早安，我是 Misako， 我是 Nina。 我们现在来到了行俗站了。对呢，今天这一支影片就是要跟 Nina 一起带大家看现在2023年新宿的最新现况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会带大家去一些新宿必逛的经典景点来一日游哦。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啦。新宿最有代表性的地标啦，就是我背后的这个新宿歌舞伎町的招牌。那大家知道它的招牌为什么长这样吗？其实是因为它招牌往上的这个弧形是代表欢迎光临，然后往下的这个弧形是谢谢大家，是不是很有创意？那这个歌舞伎町呢，其实他们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在战后呢，为了要重新发展日本的传统艺能还有电影文化，就诞生了这个歌舞伎町。渐渐的，这边聚集了非常多不同的店家。那其实也曾经是治安很不好的地方，像是有一些性产业啊，或者是黑道都会在这边进驻。不过政府呢也有加强取缔，所以现在治安应该是比较好了。那白天是还好啦，但是到了晚上，大家如果走在这边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小心，会有一些拉客的人。那这些拉客人可能会带你去一些很贵的居酒屋，所以大家如果遇到拉客人，还是要小心哦。现在走到新宿东口这边了，那东口这边的百货公司啊，或者是各种可以逛街购物的地方也非常的密集。像我背后这边马上就有一间 Lumine East， 这边是日本年轻女生最喜欢的百货公司。那右手边呢又有 Big Camera 或者是 Yodobashi Camera， 非常多的电器行。那如果你要找药妆的话呢，到新宿这边也很多店家可以选，各个你想得到的品牌药妆店都有。那像我背后这一间呢，就是一个还蛮大间的松本清。那哥吉拉的旁边这里呢，就是新宿2023年才新开的地标东急歌舞伎町塔。这一间复合式设施呢，结合了两间高级饭店，还有展演空间啦、电影院、游戏中心，什么都有。所以大家有来新宿的话，是一定要来逛的新景点。新宿这边这个小巷子回忆横丁呢，其实是很多日本人下班最爱来的地方。因为这个巷子虽然不起眼，但其实里面聚集了大概60间各种日本美食的店家。那这些店家其实有很多都是从昭和时期到现在营业下来的，所以走进去呢，整个就充满了昭和怀旧感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这边看店还有拍照。不过它的摄影呢，其实是要申请摄影许可的，而且只有平日的10点到5点可以拍摄，所以大家如果有要来的话呢，要注意一下哦。新宿这边呢也是拉面激战区，像我们现在在的是一间离新宿西口比较近的面屋祥。那这一间店呢，虽然在小巷子里面，可是它开业到现在10年，几乎每年都有获得 Tabelogu 的百大名店，那就会有很多人专程来这边吃拉面。除了面屋祥之外呢，新宿这边还有很多必吃的拉面名店，金色不如归、面屋武藏，还有二郎系拉面也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哦。爱吃拉面的人一定要来新宿朝圣。我刚才喝第一口汤就觉得超级惊艳的，好好喝哦！它那个鸡汤的鸡汤味很浓，跟我们常见的鸡白汤拉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系统，第一口就觉得爱上它了。那它的汤呢，吃起来还会有一点点他们这个叉烧的烟熏的香味，那面也是细面，所以你在捞面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沾到他们的汤汁，很赞哎！我整个大惊艳，汤超赞。
们现在来到了 New Woman 这一栋呢，是跟新宿巴士站连通的一个百货公司。那这一栋的特色呢，它是主打大人女性，所以它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品牌，像是 Lulabo 都可以在这边找到。那这边除了购物衣服的品牌呢，其实还有蛮多必朝圣的品牌也在这边，像是蓝瓶咖啡啊，还有最近很红的有机抹茶 Matcha Tokyo 也在这边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去吧。它这边可以让你的手机除菌，我刚把手机放进去之后它就把它收起来，现在已经除菌完了。哦，妮娜的手机回来了，用 UV 除菌，酷哦，酷哦。我们现在在的一楼这一间的 Matcha Tokyo 呢，也是最近很红的店家，它是主打有机的抹茶。那他们的抹茶有日本精选的抹茶，还有宇治抹茶粉，非常多种。那它的 menu 呢也很创新哦，像是我们常见的纯抹茶跟抹茶拿铁以外，还有抹茶香蕉果昔啊、抹茶蓝莓果昔之类的，非常健康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这一间店很特别的是，你还可以看到店员在这边现刷的抹茶，超酷。抹茶味道还蛮浓厚的，那也不会太苦，有一点点怕抹茶苦味的人的话就可以不用担心，可以点来喝没问题。新宿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免费看夜景的地方，就是我现在在的新宿都厅。新宿都厅的第一厅舍它有分成南跟北，那南跟北的45楼都有免费的展望台可以看景色。我们现在在的是南展望台，那它南北展望台的时间有一点不一样，南展望台的时间比较长，可以到晚上11点，所以只有我们现在在的南展望台可以看到夜景。那北展望台的话呢，是到下午5点就结束营业，所以大家如果是晚上来的话呢，就要注意一下。虽然东京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夜景，但是这边不但免费，而且还可以看到很多东京的地标哦，像是晴空塔啊、东京铁塔啊、东京巨蛋，还有国立竞技场、新宿御苑都可以看到，而且还卖了很多伴手礼，所以这里真的是一个便宜又好逛的景点。那距离新宿车站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新宿御苑也是新宿必来的景点，它其实原本是作为皇室的花园，那后来就开放给民众参观，这里每到春天呢都会成为很人气的赏樱圣地。那其实除了春天以外，四季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花，像是现在接近夏天就有玫瑰啊、绣球花、杜鹃花很多种可以看。而且它在2020年呢还新开了一间星巴克哦，那这一间星巴克它开店跟关店时间都跟新宿御苑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大家要来的话要注意一下哦。推荐大家一间在新宿御苑附近的餐厅，这一间餐厅呢就在新宿御苑走大概4分钟的路程。它特别的地方是呢，其实它有出现在你的名字里面哦。这一间餐厅呢，它就是你的名字男主角打工的原型，所以如果你喜欢你的名字的话呢，可以来这边朝圣。那这边的餐厅其实就算你没有看过你的名字，进来也会觉得这里气氛很好，这装潢的很像欧式，然后旁边有很大面的落地窗，
光照到对面新宿院一片绿的景色，就觉得很浪漫。那我们刚才有点了一些他的料理，刚看他的菜单，觉得他的价位偏便宜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作为新宿院逛完累的时候来休息的地方。新宿三丁目这边呢，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很美的神社，就是我背后这个花园神社。很难想象在新宿这么都市的地方还有一座这么美的神社。那这一个花园神社呢，其实也跟歌舞伎町很有关系，因为它境内有一座神社呢，其实有很多演艺人员都会特别来祭拜，所以呢这边算是香火很鼎旺的一个神社。